我知道先生都做了什么。你到底是谁的人？可以是你的人吗？我听最近，新来什么人了吗？先生，真巧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夏小姐为何要去？我就不危险。 你干什么？陶哥哥，你走。莫先生，夏小姐不见了，还给你。 三番五次的接近我，真的没有其他的目的吗？青岩，这位先生，我叫夏知秋。果然是你啊！ 一个杀手就不要在另一个杀手面前装了。叶一凡，你是在意我的对不对？夏小姐还是不要自作多情了。顾青言，我知道你在替莫先生找顾青言，我帮你找他。三日后此事，我约顾青言在东江沈家仓库。夏知秋，夏知秋，夏知秋。 叶一凡，你是我选中的人，我永远不会放弃。他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和莫先生联系的？或许这里能找到什么线索。 你说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联络到的莫先生呢？只有一种可能，莫先生，他就住在我厅里。他会是谁？从一开始我就是你复仇计划的一部分，对吗？对。所以你是说，从我们第一次在教堂相遇？ 是你计划好的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骗我。